识财技嘅人，山货群组可以系赚钱嘅方法；而唔识财技嘅话呢就只会好似啊呢位事主咁样，成为山货群组嘅大客。大家好，又系新片介绍时间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你呢个 video 咁啊，仲有记得揿钟仔去 subscribe 我哋嘅频道。 咁啊，上次我哋咧就追咗條片啊，講點樣利用三個群組去吹急避空。大家可能覺得我爆晒咁多嘢出嚟，如果個個都跟住做，咁啊呢啲群組咪好快會玩完啦。咁啊呢啲咁啊技巧仲邊有用噶？但係根據我最近啊親身嘅經歷，我好肯定咁同大家講，個 party 啊仲有排玩。而今日呢條片呢，就係想分享下呢件事，等大家可以係放心。思源，我最近呢就深入。

咁啊，好快結果就如我哋所料啊，八三八五好快就由高位零点九五啊跌翻落去啊零点五左右，下一日已经系即刻跌穿埋呢个系四毫子添。一般嚟讲，我我自己啊都系啊睇下食花生，静静咁去欣賞下高空站啊就算噶。点知一見到群組入邊啲所謂大佬啊，俾完生一貼子仲叫人 s t r o n g h o l d 我就忍唔住出聲去屌人啊！

之後佢講一句話，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原來佢之前係已經跟開啊，同一個群組買股票，一早已經係蝕咗咧十幾萬。哇！俾人呃咗一次仲唔夠，竟然啊仲可以同一個檔係上幾次啊，簡直令我難以置信啊！呢、這個世界居然啊仲有咁蠢嘅人存在，我當時啊真係唔知同佢講咩好啦。咁啊，最後。 我俾咗我哋嘅 channel 條拎佢，希望佢睇完我哋啲片之後啊，會有所覺悟，唔好再黑埋眼咧去買股票。不過全靠佢啊，令我知道呢個世界仲有大把有錢輸又聽話嘅魚，以佢哋啊對股票嘅認識入對三個群組，只要係俾人啊劏到啊啊，直至啊破產為止嘅啫。一日呢一班魚啊仲存在啊，呢啲群組啊。

嘅專業全面嘅知識啊！啊，我嘅建議就係話，你應該去盡快報讀我哋嘅股票課程，好嗎？多謝大家觀看呢個啊 video，咁啊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條片，未撳鐘仔去 subscribe 嘅記得盡快 subscribe，好嗎？多謝你嘅支持，下一條片再見大家，拜拜。